大家好，这是车三四有张元。不得不说啊，咱们终于是大到比亚迪海报了。那么问题来了啊，人称现阶段最美比亚迪车型，人称现阶段比亚迪技术堆砌最多的车型，人称现阶段比亚迪最好开的车型，有那么厉害吗？今天谈谈。OK， 那么在我身边呢就是比亚迪海豹了。那么看到这台车，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哎，那就是漂亮。你想成为爆款，你就得漂亮。你就说啊，这辆车的外观它是不是蓝绿通吃，对吧？女生买车不就是看一个漂亮嘛，对吧？男生买车，兄弟，20多万元你一个小超跑的梦够不够？就这个外观啊，上超跑够低趴，流畅比例也好，你很难想象啊，在2022年20万这个价位，比亚迪做出这样的工业设计啊。当然有人说啊，这辆车的前脸，特别有人说这个灯组部分加上这个前脸的体量看起来像 Taycan。 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只能说啊，科技圈的某 KOL 某 CEO 说过一句话，好的设计呢都是千篇一律的。那咱们再换个说法，高情商来讲的话该怎么说，作为比亚迪20万左右产品线的产品设计，已经把审美评价的高度拉扯到了百万级别的超豪华品牌相同高度了。所以说啊，就刚刚这句话，比亚迪海豹的车主们一定得记好拉笔记写清楚了，因为以后啊可能会经常挂在嘴边。还有一句话啊，人家如果说你是什么小铁看，你就说他是大海豹啊，没毛病啊。当然这些呢都是开玩笑，不得不说啊，这台车的一个工业设计也好，它的做工也好，真的就是特别的漂亮，怪不得有人说它是现阶段最美比亚迪车型。侧面啊，比例真的就是讲比例，这玩意儿就跟人一样，是吧？腿长脖子短粗好看吗？哎，不好看。手长腿短好看吗？也不好看。但是能入眼吗？能。那你喜欢得起来吗？再看海报啊，不管是前后悬还是什么线条过渡 ABC 柱啊，引擎盖长度妙，确实挺妙的。特别是这个溜背的曲率啊，一个字儿润啊，结合这个小鸭尾没谁了。而且它车尾呢就不必多说了，对吧？两宽一窄刚刚好啊，贯穿尾灯活儿挺好啊，内部灯腔呢也挺精致的。话不多说啊，还有这个扩散器也挺漂亮，对吧？咱们去车内走。而坐进车内呢啊，这个还是那句话，特斯拉不可能成为比亚迪，比亚迪也不可能成为特斯拉啊。这套内饰呢一看啊，就是比亚迪做的啊，这种传统车企刻在 DNA 里面的那种，对吧？我就要去做那种大开大合的设计，哎，我就得去堆砌用料啊，座椅得厚实，纹理得漂亮，还得符合啊这个海洋主题，对吧？各种起伏呀波浪呀，你总能想到大海。然后呢就是这个方向盘的啊，都是这个海豹尾巴的形状。那用料呢啊，整个顶呀，像门板呀，像座椅啊，所见所触碰的地方都会给你这种哎，这钱花的值啊，这钱花的真到位的感觉。那其实说白了呢，就是两种方向，两个感觉，对吧？你是喜欢像特斯拉像深蓝那种极简的范儿呢，还是说哎像我一样喜欢这种像比亚迪像极客这种精装修的风格呢？反正我是啊更喜欢后者的，对吧？而在它的一个中控以及车机部分呢，其实说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啊，其实我一直觉得比亚迪的车机挺棒的，不管是泛生活化或者泛娱乐化，对吧？速度呢也很流畅啊，但其实这一套呢你放到车机智能化风潮之前呢，其实比亚迪算开拓者啊，也是很领先的。当然今年你会发现一个现状，就是各大主机厂呢都挺卷的，特别是在车机这一块，不管是硬件的堆嵌呢还是软件的迭代啊，改变呢还是挺大的。但是你现在再看比亚迪现在这一套，你看这个 UI 设计还得亲后台，对吧？其实并不是它不好，它需要一个更新啊，像什么 UI 更加的新能源化一点，系统交互层和底层逻辑呢集中一点，更加精简一点，精益求精呢一定得要做的，并不是说它不好，这是对比亚迪的看好呢才会说这样的话。那我们换个说法，如果说这台车的内饰呢满分100分，奖励分单独10分，你非要我给到110分的话，其实我给不到的啊。100分的话完全给没问题，非常的棒。但是你如果说哎差这什么差在哪儿呢，其实我就是觉得它的整个哎可以更新迭代一下。
OK， 那么现在呢，来到它的一个行驶部分，其实我们开的这个配置是我个人觉得性价比最高的一款，就是700公里的续航，然后呢，它的一个百公里加速是5.9秒，而且这台车的话，其实开起来它整体的这种人车沟通感是很重的啊，其实它并不像其他的这种电动车，给人一种很虚、电子味很重的感觉，而且它整体方向盘和刹车的这种调教的话，其实我是比较喜欢的啊，你在舒适模式下，哎，方向盘很韧。然后大小呢也合适，然后踏板的这种力反馈呢也是那种特别有韧性的感觉，然后呢也是比较硬的啊，然后也很厚重，这个挺不错的。而当你切换到运动模式的调教之后呢，基本上这个刹车属于啥，轻轻碰一下它就有感觉的那种。除此之外呢，这台车的底盘也是可以夸奖的，就是说啊，正儿八经底盘，这台车的底盘比亚迪是花了不少功夫的，能感觉到舒适的同时呢也特别的紧凑，它也用了 C2B 嘛，对吧，先 C2B 放到后面讲。而它的底盘呢就是属于那种小坑不用管大坑一闭眼的车型，然后在过的时候呢，它并不是那种完全的软，它是特别有韧性去克制这种感觉，它整体的这种贴合起伏以及回馈给你的那种高级感呢是做的挺到位的。然后说了那么多啊，今天最大的感触是啥呢，其实跟我昨天的故事有关。昨天呢我喝了点酒，是吧，啊，其实也没喝多少，就喝了三四瓶，不至于吐吧，对吧？然后呢，我朋友开的 Model 3，然后去带我去第二场，然后上车之前呢，我人好好的，上车之后呢，正儿八经那个动力回收啊，还有加速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没几下我就吐了。然后今天开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真谛，就是说，在2022年，你去对一台电动车，你去买一台电动车的时候，它能够提供给你的动力性价比已经很高了。现在动不动就是啊什么5秒、6秒、7秒，然后你要买性能版的3.几秒、3秒俱乐部的啊，其实这些都没毛病。而真正重要的是呢，把这种快的动力啊，给它调教成你日常开的时候舒适，当你需要这种动力请求的时候呢，你又能满足。其实我觉得这台海豹做的就挺好的，你看有什么舒适停车，而且整体即便说我把它的一个动能回收开到较大啊，它整体的这种拖拽感也是基本感觉不怎么到的，然后包括它的加速也很线性也很柔和，但是当你正儿八经需要一个动力请求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起来之后它的中段动力真的就是特别的足，它并不是那种一给就窜的车型。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调教对于电动车来说是挺重要的，有多少人去买电动车的时候一家人看车，对吧，哎，我喜欢这个，我觉得倍儿棒，哎，完事之后你爸妈看直接给你看了，为什么看呢，哎，你爹我做的这玩意儿我晕车啊，你如果去比亚迪你去看海豹，人家就会说咱这海豹真不晕车，你感受一下。其实我觉得这种舒适化的调教在保证动力的前提下是挺重要的，然后这台海豹做到了。如果说我觉得昨天我做的是海豹的话，我应该是不会吐的。然后可能说爱丽鸭写剧本是吧，马上聊天截图啊给大家。我昨天去找那个朋友要那个行车记录仪，然后他很可惜没找到，然后呢还说我那个下车的时候我滑溜一下把他的化妆盒给滑溜下去了啊，反正挺吃亏的。然后再聊到什么 C2B 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先进的，并且对于比亚迪来说的话也是只有他们能做出来，因为他们很多供应链都是自己的，对吧，更安全，然后呢空间利用更高， NVH 更好，车身刚性更足，反正所有的优点呢都在 C2B 的这条方案上面体现了，然后也可能是比亚迪未来的一个方向吧。OK， 那么关于这台车呢就说那么多了。其实比亚迪的进步啊真的是肉眼可见的，不管是刀片电池还是说什么 C2B 的技术，或者说产品的更新迭代，进步的成果呢，哎，也不止我们国人看到，在海外呢也有更多人看到，其实他们看见的呢还是中文，对吧，那这一点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自主自信呢，并且对于比亚迪来说其实不容易被卡脖子，对吧，自产自销，依赖性低，反之呢操作空间以及创新性呢都挺高的，那这部分呢也放在成本压缩上面，受力的呢也是消费者。就很多人说，对吧，你比亚迪以前是丰田的小迷弟，那现在哎搞反了，对吧，丰田呢是比亚迪的小迷弟，这就是一个提升转变的过程。那你说海豹作为20万级别的这个产品值得买吗？我觉得非常的值得买，不管是各个方面，外观内饰配置，还或者说它的一个运动性能，底盘调教，或者说驾驶感受也好，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综合性产品力非常不错的产品，然后再加上比亚迪压缩成本到这个价位，我觉得正儿八经是一款同价位
挺不得了的一个车型啊，还是挺值得购买的。总的来讲呢，你还可以把它理解为比亚迪秀肌肉的产品啊，确实很有力量。也就是因为对品牌和产品的认可度提高了，这辆车哎才能成为爆款，无风不起浪，踏踏实实走路啊，中长硕果，这就是比亚迪。OK， 那么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记得点赞加关注，咱们下次再见，拜拜。